拜托，不要休息。400公尺接力赛的最后一棒，将近15公尺被逆转。高哥，你真尽力了，我真的尽力了，好有力！潘君伦冰山棒，周雨天赶得上去吗？这个弯道有机会缩短一点距离吗？现在要交到第四棒的洪小刀接棒了，曹佑宁直线加速，接棒有一点瑕疵了，直线。曹佑宁追得上去吗？谁知道？别知道！曹佑宁，最后三一，红队曹佑宁率先压线逆转胜。直线加速是他的强项，不愧是中华棒球队的第一棒开路先锋，中外野手。好球！耶！Yes！ 我出去吗？对，没冲出去，没有，太好了！对，好棒，好棒！有！大哥，不要轻言放弃，否则对不起自己。哇，很屌哎！大哥，已经睡醒睡了，你现在已经很快了，还想我真的已经很快了，手起打我，刀哥你已经尽力了，很棒了。全粉丝跳高的潜力。如果我今天只放一个位置，我也是一样的状况。超太可怕了啦！真的太可怕了。超你，刀哥，你真的很快，但我知道你真的尽力。但不好意思，我真的太快了。他真的太快了。我真的太快了。哎。刀哥怎么了？我今天就是在这个跑道上被苍蝇海放了。刀哥，我们从海选到今天，你遇到这样海放的状况，我相信你的压力一定很大。没错，对，接下来遇到什么问题，我们心里都明白，我都明白，我都走过来了，你一定可以走过来的，加油！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